对威权政治，反对威权政治。DQ 议员可耻 ，DQ 议员可耻。香港人，香港人，站起来，站起来，反对威权政治，反对威权政治。使唔使嗌埋几次集会啊？七一四啊，七一三定七四？七四。七一四，七一四，出嚟集会，出嚟集会。差唔多剪刀啦 ，OK， 一阵再补啊！如果大家唔得，再谂过。嗱，咁就心情真系好复杂，好忐忑，好复杂。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嚟，怕讲错嘢。我哋四个人嘅命运固然系正话讲啦，系威权政治俾我哋噶啦。七月都系好繁忙嘅。只要你稍微有啲人性，七一大遊行、709大抓捕、713劉曉波先生過世，等而下知道我哋四位係壓迫受最少噶啦。7月14日，我唔知柯永祥法官係咪有心同呢個特區政府開玩笑啊？喺法國大革命紀念日宣布 DQ 我哋四位嘅資格，即係令我哋以後都記，即係一定記得我哋俾人 DQ， 真係心情好忐忑。我知道劉霞女士去柏林嘅消息一定係喺全世界係頭條，好開心。就算我哋呢個記者招待會是沒有人報道，我都非常開心。不過我們四個是，既然我們四個和後面的民主派議員既然是受命於香港人，我們即使是受到這個打壓，都要勉力為香港人或者香港人的權利去做事。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7月14日晚舉行集會。我都知道大家很累，7月13日晚現在好一點，劉霞女士終於可以在個自由的土地裡面去為她的丈夫默祷。我相信7月13日晚都很多人會去到天馬公園海邊，我覺得就是他們去那裡已經講完所有的事。我都不想反高潮，我希望7月13日的晚上多些人去到天馬公園的海邊。7月14日，他們都會來。我只有說一句，我希望香港人能夠化悲憤為力量，不要看輕我們做的事。我跟大家說，如果不是香港人為劉霞女士出聲，我不敢說中共不放棄。我們香港人要爭氣，無論去哪裡都好，大家要出來。總言之，7月14日反 DQ，其他人講。
各位，其實正如毛哥所講，記招之前其實是開心聽到劉霞女士被釋放，可以去到即係一個自由的地方。咁當然遺憾的是她的弟弟係仲係喺一個困難入邊。咁但是其實正如頭先毛哥所講咧，呢一個係好多人參與營救的結果嚟。呢、这、一個亦都係唔單止係香港，以至國內，以至係全世界嘅人共同爭取嘅嘢。當初覺得可能係冇機會做到，係有好多嘅熱心嘅人堅持去做，最終我哋係能夠還劉霞女士一個自由。咁所以想帶出乜嘢咧？就係、可能我哋過去一年真係經歷咗好多好灰心、好沮喪、好多嘅打擊嘅時刻。即係如果好老土咁講咧，就係話啊，我哋要堅持。但希望大家是看到堅持了下去是會有結果，很多的困難我們如果去正視，然後努力去爭回啖氣，香港人是還有很多的底子和力量可以拿回我們自己屬於我們應有的權利的。過去一年其實由我們四個以至其他還有其他被 DQ 的人，無論是議席還是參與選舉的資格，以至後來其後議事規則被修改，我們見到呢，其實這些政治權利的剝奪以至威權政治的打壓，最終我們見到的不單止是議會失守，甚至乎其實是在種種的調查沙中線的問題，以至日常生活種種的我們日常生活的權利，都是越來越見到權貴橫行，我們的權利是被剝削去到很深刻，甚至乎人命的安全，甚至乎我們去問責的權利都好像逐漸被侵蝕。但是面對這些困難，如果我們有堅持下去去追究去抗爭的那份意志，相信呢我們是仍然能夠還回香港人一個公道。所以我們是希望大家明白，無論在議會還是在社區，我們是不能夠放棄每一個戰場。其實很感謝過去一直受打壓的，其實真的不止我們四個，有很多的政治犯，有很多被無理監禁加重刑期的人，有很多被打壓的人，其實很多人都沒有放棄，繼續在社區或者在他們的自己的崗位繼續堅守。如果他們都沒放棄，我希望香港人不要放棄，我們一起寸土必爭，在每一個戰場上繼續去拿回屬於我們應有的能量。希望全香港的人繼續奮勇作戰。其實下去的每一場仗呢，我們都是許勝不許敗，每一個戰場都是這樣。我自己過去一年覺得香港都真的在危難裡面，希望還有力量的人繼續堅守每一個戰場，繼續奮勇作戰，去為我們這個時代，為我們這個社會去擔當。多謝。各位傳媒朋友，咁我相信過去一年啦，即係由2017年7月14日，即係法院頒布咗我哋四位嘅議員資格被取消，連同早前梁仲恆同埋游蕙禎，咁我哋總共有6位民選議員係被剝奪個資格啦。咁當時大家都會覺得呢個已經係對整個公民社會一個山雨欲來嘅一個好大嘅警示，同埋一個好大嘅打壓。但我們看到過去一年，其實這種打壓是持續的，即不單止是剝奪議員資格事件，到之後13+3，再到之後重判不同的政治事件的一些參與者、示威者，現在也都看到越來越多的不同工程的醜聞，不同很多政府出現了的問題，這些種種都看到整個公民社會，如果我們不再是繼續在現在這個狀況是團結一致集合回力量的話，其實我們無論是社會上面不同環節的我們講緊最熱烈的 issue， 就是譬如說工程的問題啊，還是是政治權利的問題啊，種種社會應該要有的一種文明都是會被不斷的侵蝕，而這個正正就是威權政治想
帶出嚟嘅一座影響，就係令到所有香港市民都對社會事務漠不關心，所有香港市民都對於而家有發生緊我哋制度被蠶食嘅事情咧，係視而不見，就係令到而家有嘅嗰種小圈子利益嘅系統啦，官商鄉黑或者係官商勾結系統可以得以維持落去，香港就變成一個俾佢哋掘金，俾佢哋肆意係去掠奪資源嘅地方，而唔係俾香港人能夠安居樂業，能夠有尊嚴咁樣生活落去嘅地方。咁所以過去一年好多人都會問啊，咁幾位被剝奪咗議員資格嘅前議員或者政治人物，咁佢哋到底係做啲咩呢？我諗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疑問。咁有啲係即係譬如我咁，我都可能會大家都會知道，即係過去係入過獄啦，出翻嚟之後有唔同嘅改變啦，包括係喺眾志裏面嘅崗位啦。但係我相信有一樣嘢係好重要，就係我哋都必須要講，就係我哋四位係從來都冇放棄過喺政治上面嘅耕耘，亦都唔會係因此因為呢啲打壓而失去鬥志，或者係而覺得自己會不斷質疑自己到底係咪市民支持嘅政治人物。我諗呢個係我哋面對而家嘅政局一個好重要嘅能量或者係心態，就係我哋唔能夠俾呢一啲嘅打壓係激到，唔能夠係因為呢啲打壓而係喺我哋政治嘅耕耘當中係會失去咗自己。咁呢個正正就係共產黨佢想透過呢啲打壓達到嘅效果。咁我諗今次我哋舉辦呢個集會，我哋今次再度係喺度同翻香港市民講我哋依然係會繼續堅持落去。其實就是要帶翻出呢個信息咯。咁 我相信即係不論係喺 DQ 二、DQ 四、DQ 六，或者係喺13+3或者係其他事件當中，對於呢啲遭遇有香港市民係會覺得傷心同埋失望我都會勉勵佢哋，就係我哋要繼續堅持落去咯。即係我哋作為當事人都係會繼續向前走嘅時候，咁大家就正如阿毛哥所講，都係要化悲憤為力量。是要繼續向前對於現況和對於未來悲觀和放棄當中是有一段很大的距離，而我們是能夠用這種能量調回頭來，不是去選擇放棄，而是選擇去做更加多的事，是希望個社會未來變得更加好。所以我們即都會集體呼籲各位是出席14號晚的一個集會。7月14号过了一年呢，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楚政府为什么会无所不用其极去取消议员的资格沙中线的事件大家看得很清楚，越是民间失去了监察政府的能力，政府越会腐败，越会贪污，越会造假。所以一年之后希望市民看得清楚，出来集会要齐声谴责政府無理取消議員的資格，否則政府會更加猖狂，更加無所不用其極，更加工程造假，更加貪污。希望大家7月14號一起出來。我想補充兩句，其實 DQ 議員從來都沒有停止過的，因為鄭松泰議員和許智峯議員呢是由這個立法會的保皇黨去 DQ 他們的，只不過是不成功，只不過幸好票數還頂得住，所以 DQ 原來從來沒有停止過。政府不方便在香港人面前賴屎賴尿，要去到法院做，就用這個立法會裏面完全不公義的修改議事規則也好，用基本法第79条第7条去硬摧殘自己的同事，
零票當選的人去摧殘一個五萬多票的人，這個是我覺得是沒有停止過，唯一能夠停止他的就是香港人，所以我希望真的香港人走出來，你未必要為我們四個人覺得可惜，你為你自己覺得可惜。It's close to the one-year anniversary since you lost your seat. But why do you think Hong Kong people would want to come out to take to the streets and join the rally? Wouldn't people be too tired? Like it would be 2 weeks after the July 1st rally. The night before, maybe people would want to go to Tai Ma Park to commemorate Liu Xiaobo. But why do you think people would want to come out and take part in the NTTQ rally? Well, I think sometimes we see these kind of rallies or demonstrations as an action that exhausts people, that take up their energy. But I think sometimes we have to change this mindset, because for most of the occasions, these events are like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people on the democratic on the democratic roads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to see each other, and to really to make our hearts link together. So I don't think we have to see it from the angle of, well, would it be too tired for people coming out for so many tim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I think it is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gather together and then to really to encourage each other and be united for the longer fight. I think as one of those legislators who have been DQ'd, I think as one of the legislators who was DQ'd, I need to emphasize that it's a responsibility for us to facilitate or entertain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come out and show their anger of the DQ of six of the legislator before. So whether the score is good enough or not, it doesn't count for me. It's a matter for us to ask ourselves, do we do enough to facilitate, to rally, to support, even though it might not be so massive, but it is a way, as I said before,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trying to press the communist regime to deal with the widow of Mr. Liu Xiaobo, to release her.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even though we are not strong enough to achieve our goal, but we cannot forget our duty. As a legislator, I think I'm a servant. Those people who come to the rally, or they pay attention to us, or donate the money to us, they are the master. So they say. So they should come out and say. Sorry, 7月14日的7點在公民廣場外。
係，即係一年前咧，我哋都試過係喺嗰度集會嘅，啊，係7月14日，我記得啦，7月13日就係為劉曉波先生，第一次自發性嘅集會就為劉曉波先生，跟住嗰晚就係為我哋，跟住7月15日就遊行去中聯辦，所以嗰日都係佢哋嗰三日都大家都好辛苦嘅，同埋。7月15日咧就傾盆大雨嘅，即係都有成，我記得都有成大約8000至10000人去中聯辦為阿劉曉波先生致哀啦。咁我都想答一答，嚟唔嚟呢一個我哋個集會咧？我哋即係我用英文講，即係我再重複一次，我哋呢個係我哋嘅責任嚟嘅，係我哋有個責任去令到香港人有一個平台去講佢嘅意見，佢嚟唔嚟？是他們去選擇，我們沒有這個勝負的觀念，沒有說多少的觀念。其實連續三天 上一次、即是說一年前，不好意思各位同事，我說一說、各位前同事，你想想7月13日突然間說劉曉波先生過世，就是在公民廣場搞的那次，都有幾千人，跟著明天過了那一天，7月14日我們開校會，開著這個財會，走上去，哦，你不好意思，我們四位不是議員了，跟著又是臨時call的，不約而同的，又有幾千人，我覺得很多記者，唉，你們都沒有用啦，幾千人，大佬啊，你現在下去派東西，你現在下去派紙巾都沒有幾千人拿的，在香港，你就在那裡派啊，你派幾個幾千盒包紙巾，你如果在下面那裡派，你不派，不派三個四個小時，我說你厲害。咁跟住又到7月15日啦，又到阿劉曉波先生行去中聯辦，落大雨都咁多人。你話將嗰啲人分開話，喂呢、這個就係支持 DQ 四嘅，呢、這個就支持劉曉波嘅，呢、這個咪多餘啦。不過我再講7月14日，我哋係唔做呢樣嘢唔得嘅。當然我哋可以話喂唔做咯咁。是吧都得，咁但係各位又問啦，喂你四個做乜嘢㗎喺度？所以我同大家講，你唔好再問呢個問題啦。其實13加14，再到喂佢哋13加3一週年都係咁樣做，係咪？我哋既然間係喺個身在嗰個處境，就冇得走，係咪？一定要做。我成日都講啊，唔好話人哋嚟唔嚟，你有冇做到？嚟唔嚟係嗰啲嚟嘅人嘅事，係咪？如果有啲人好想支持我哋，我哋自己喺屋企咁點啊？佢點支持我哋咧？嚇！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問呢個問題，大家你做即係計數咯，即係呢個係 new mathematics。有問過，冇回覆。我昨天撞到梁仲恆嘅，不過我就冇諗過揾佢。昨天因為太匆忙喺高院嗰度，我只係同佢講訴訟嘅嘢。咁我哋當然係一如以往係好歡迎佢哋嚟啦，係咪？即係佢哋嚟，其實佢哋都俾人 DQ 噶嘛，係咪？咁啊，鄭松泰議員同埋許智峯亦都係俾人 DQ 緊噶嘛，係咪？DQ 唔到啫嘛，所以其實所有人嘅命運都一樣。都我哋講咗咧，呢個責任嚟噶嘛，冇擔心噶，有咩擔心啫？你即係咁，除非我咁咯，唔俾小麗嚟咯。咁你哋開唔開心？即係話唔得噶，你嚟即係distract咗佢啊！即係大家好心啦。根本選翻小麗做議員，其實就係所有人嘅願望嚟嘅。因為老實講，你反 DQ 最簡單就一票投落去，你就係嘥時間咁樣。不過呢啲今日喺度唔好講啦，啊咁樣又話我哋喺度即係做第二樣嘢。即我都自己回答翻咯。事實上，呢一個集會最重要嘅一個意義咧，其實就係香港市民有一個平台走出嚟，去話俾呢一個政權知道，香港人係唔接受 DQ
的恒常化、規範化。香港人去參選，香港人做議員是不應該被無理 DQ 的，因為如果一直這樣打下去，被人家威權打壓繼續 DQ 下去，其實就很可能萬一鄭松泰議員又好，許智峯議員又好，同樣的事件出現，我們是連那三分一都守不住。所以香港人是不能夠接受 DQ 常態化、恆常化，這個是最重要的訊息。哪怕參與完個集會，大家的感想究竟是應該在司法的戰場、在社區還是在議會的戰場那裡努力，這個是市民自己的感受，但我們是最重要去帶出，就是 DQ 不應該去恆常化，議員的資格是不應該被無理這樣事後釋法去褫奪的。有沒有其他？沒有了吧。 Sorry, I want to ask about Liu Xiao. I know we already said it, but your thoughts about finally knowing that Liu Xiao is also in Germany, and what does it mean for people, especially Hong Kong people, who have been trying very hard for asking for Beijing to release them? Well, at least you need to try.You need to try at first, and then you need to keep on fighting. You keep on fighting to achieve your own goal. See, even though the release of Liu Xia is only a very, very small step or progress. And I need to remind you, her brother, Liu Fei, is still being under house arrest.In a way, as a hostage. So I don't want to emphasize how successful we are. I want to emphasize, if we don't try, if we forget about our goal, we will never be there. That is the important message. That is the important message.I think, okay, now I am still on my, in a way to appeal to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I know that maybe in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 wasting of time, wasting of my money, but it is a responsibility for me to do so. And I don't want to talk back about my three ex-colleagues, but since I'm poor enough to apply for the legal aid,That is one of the byproduct of being DQ. So I'm, I'm poor enough to go to the court in various controversial decision of the SAL governmen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the DQ. 我想阿莫呢度，呢度想問下，其實咧，阿劉霞咧，即係你可唔可以都講幾句？即係其實你即係因為你一直都即係好。積極去爭取，即係佢可以。啊，唔係個個都積極嘅，唔係淨係我。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對於佢即係終於去到德國，同埋但係佢嗰個細佬仍然留喺即係北京咧，即係你點睇依個？我第一個感覺就個心啊跳咗出嚟，其實咧我瞓到朦朦朧朧嘅，我起身一睇就睇到話 BBC 講劉霞已經去緊德國啦。咁我睇到 BBC 金漆招牌咧，我知係真㗎啦。咁我就去雪櫃嗰度攞咗。一支酒出嚟就飲咗佢，我感覺就個心好似跳出嚟咁樣。咁我即係個感情就非常之複雜。其實我知道佢會放，但係當嗰樣嘢發生嘅時候係好激動咯。咁其實講翻轉翻頭，即係好似我哋而家要做啲嘢，到一個程度。後面個個都撐我哋，到一個程度，突然間啲成果嘅時候，嗰種有個心會跳出嚟咯。咁呢個心跳出嚟嘅結果喺香港唔會太多噶啦，因為共產黨反曬面。但係如果我哋唔做咧，就個心就唔會有一日好似我今日咁樣成個心跳出嚟。其實我唔係迷信嘅人，即係我飲嗰陣時候諗，即係。同佢飲緊啦，咁呢個就係我第一個感覺。咁其實
呢度坐喺度所有嘅人都係為樓下做嘢。其實即係題外話，因為我特別好記性嘅。其實我記得我哋俾人 DQ 嘅時候咧，前一晚咧就係、是、阿、大口狗咧就話唔俾我哋喺嗰度講零八影之後，咁我哋就每人讀一段，記唔記得？記得。讀完之後，咁我哋當然個心係舒服咗啦。即係其實做咗啲嘢，我諗好多你哋嘅行家，唉呢班又做戲啦，係咪啊？即係都人哋都散曬啦，人哋喺度讀做咩啊？哥，咁唔讀咪冇咯。我記得可能你都唉又搞啲咁嘅嘢。我真係好似套戲咁樣喺我嗰度。我記得我講，我哋讀完之後，咁第二日就劉曉波死，跟住就 DQ 我哋，就係咁。咁其實我都好多謝。即係我好多謝侯冠，即係將佢將件事綁埋一齊，我永遠都記得。仲有佢弟弟未放？冇我講咗，即係佢弟弟未放咁，即係我正話唔好意思，正話真係我大聲咗。其實佢弟弟真係未放。其實佢劉即係劉輝，咪即係劉霞咯，係咪？劉輝即係劉霞啊嘛。劉輝之於劉霞，就即係等於劉霞之於。劉曉波就是人質嚟嘅，係咪？不過即係我唔想講太多啦，因為其他人都係為劉曉波做嘢嘅。我諗佢哋可能會開記者招待會，我就唔想喺呢個記者招待會嗰度，即係好似我喺度講，因為其他人都可以講嘅，係咪？其實喺零八憲章喺香港聯署，我數過都有百幾二百人嘅。咁嗰啲人應該行出嚟啦，其實好多都有頭有面嘅哥，即係全部都有頭有面嘅。不過而家唔出聲。不過呢個我如果問劉霞嘅嘢，不如即係咪外講，即係呢始終都係一個反 DQ 嘅記者招待會嘅，係咪？好，最後我想問小麗咧，之前講過話即係做一個聯陣線去準備備選嘅原因啦，呢樣嘢個進步係？你會唔會可能即係個即係可能備選嘅功夫，因為功夫除咗打輸 Q 之外咧，都要想提出翻即係重奪啦，可以分組點票咁樣嘢。喂，阿哲，喂，我唔好意思啊，即係你可唔可以喺呢個記者招待會之後訪問一個？可唔可以咧？因為實際上呢個記招或者係呢個場合係唔適宜講即係補選嘅嘢啦。咁但係我都希望大家，我反而有一點當中的問題，有一點我覺得大家真的值得注意的，就是事實上威權的打壓是沒有停止過。剛才都說過，由 DQ 開始以至13+3或者其他的政治犯被重判，或者是現在追究無門的很多的就是豆腐渣的工程，其實甚至乎就是議會的這一席共產黨都是一定是想拿回的，因為他要令到我們民主派在議會裡連提出一些呢無約束力的議案的話語權都沒有，包括朱凱迪，包括萬必陳志全都經歷過這樣的事件，所以希望香港市民是明白，我到現在都是強調這一點，其實無論在議會在社區，其實我們每一個戰場都要堅守，每一場仗未來都是許勝不許敗，因為如果繼續我們放棄的話，我們會輸更加多，香港市民面對的會是更加多人權自由以至人命安全生活的即自主權的剝削，所以其實 每一場仗都是關鍵，即正如剛才的問題的這一點裡面，就是 那個一直都是非常之重要。多謝大家。不如這樣，我們因為 我們的前同事就要去做翻佢議員做嘅工作，咁都應該走啊！咁我因為其實我就係因為情緒好差，我冇嗌到個口號根本，再嗌多次，再嗌多次，好，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再多你哋兩個，因為我唔記得咗，嗌多兩啲，呢個啊嘛，呢個咪，呢個係，因為反而冇咗，啱嘅，係，不如我哋坐嘅，反對 DQ 議員資格，反對 DQ 議員資格，反對 DQ 恆常化，反對 DQ 恆常化，香港人。行出嚟，行出嚟，7/14，7/14，8:00，8:00，公民广场见，公民广场见，7/14，7/14，7:00。
七點鐘啊？七點鐘。好，喂，剪咗佢。七一四，七一四，七點鐘，七點鐘，公民廣場見，公民廣場見。好，差唔多。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唔該曬，哥。好，講。